刊后，微博还保留于王府李敖生前父子合照。翻摄自李刊微博娱乐冰岛美综合报道，知名李敖3月18日因脑瘤病逝。他与前女友所生女儿李文壮告诫行亲子见定病殡遗产，明天将首度开表解情。李敖虽然离世，他生前纷扰却仍未平息。明天李文和李敖遗孀王智慧和他一对儿女等三人的吊解庭将首次举行。在李刊已先行返回英国剑桥继续攻读博士，李文征遗产明将首度开吊解庭。资料照，记者胡顺祥社。李刊昨微博透露，本月一日已回到剑桥，连日来感触极多。他回忆四年前你研究所，为了方便打爸爸书房电话，买了 SKYP 一包月套餐，通话时数不限，今日仍未中断，可惜已无通话对象，流露思父之情，令人鼻酸。已返回英国伦敦的李刊发文表达对父亲思念，反射自李刊微博。